装你老妈装，还 Q 一上来节目。是补位的吗？应该也不是，玩的还挺有模有样。啊！我要的只是安静。他应该没想到我打他会这么疼。他应该没想到我打的会这么疼。演员叫布娃娃来，叫布娃娃来，一样，一样，叫布布来也是一样，没把不灭当东西。对，其实我符文打了很多伤害，但是他感觉不到。仿生人来了。我应该先 Q 三再 A， 然后再 A。连招顺序错了。明宝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丢掉你那个征服者，没用的，懂我意思吗？我所追寻的威力是死亡。哎呦，这样越塔的，我操！
吵起来，吵起来！四级给六级上吊。感受我的痛苦吧！哥们的伤害太爆，杀我！其实有点小赚，但赚的不多，只是你把他的技能打出来，他会很难受。这么爆呀！大招还是强，他的刀750还行。我想试一下看能不能打得过，但好像还是打不过。
我操，这是这不叫送，我在试错，我只要记住这个，我以后打都可以有这个情况。这个英雄跟其他的还是不太一样，伤害有点偏。1600，我操，这么夸张！这点人家大数值确实有点高。他主要才八级，他八级能打1600，有点夸张。一丝血丝，这么有神奇，我操，战斗还有个女士，耐心亚伯克斯，要耐心，你的战斗快的，猛男加的意思。1秒700，有点快，太可惜。1秒700，根本躲不掉。没预判到。往下走，
太爆了，真的是了，说秒你就没了。夹得死我吗？我坚持你还差不多。还是那个名是深渊的人，在这里撞墙。哎，这怎么能叫撞墙？这只是略微的小小的遇到了一点挫折，这不叫犯病哦。还行，触发20。哇，这符文是真的好打的。打符，不灭它跟剑魔是真的有这么的般配，不灭之握呀，不灭之握呀，兄弟。他妈的，不买鞋都有七百零七的这个移速，太公平了。Hello。找不开大，现在开。你也是他妈喜欢犯贱不开大，给我死就完事。836级的，这格温怎么在波杀我队友？我们打野又被他弄死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要输喽。真别说，这英雄真够变态的，机制的问题的。暂时忘记这枷锁。我操！就玩这种杀人的，狗脑，这都不行，没戏。他也是有操作的。我将让这些凡人变得和我一样。
这大龙都能被对面这样偷，我们队友是摸着这把硬吗？我感觉不到。 过度生长没上线，对，没有上线。没有上线。啊，这不是。 这什么伤害？然后碰一下人都快死了，找死！真的是找死！喜欢我的不灭猛男冲击剑。 哎呀，不灭！别急，好，拿下兄弟们，大点不关注。